这个哈，把它按下去哈，它很慢才起来。它现在水肿了，是不是？那是水肿，对，水肿，对。这淋巴线，这样曾经这样按下去，他就这么叫了。哎呀！好，这个等。哎呀！哎呀！这都水，这又肿，都水肿。哎呀！前面这里脊椎神经害怕，好，按一下，在这个就好了，脊椎神经按一下就好了。哎呀，这里是膀胱，种种膀胱，那个膀胱无力呀、啊，你看它稍微种种的，膀胱无力会频尿。他、啊、这里按一按比较不会尿失禁，好，也会尿。他、啊、在这里是子宫，这里，这里啊、哦，这里常常按哈、哦，比较不会长瘤。什么瘤？肿瘤，对，肿瘤。现在子宫长瘤很多了，因为都没有做保健，因为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啊、哦，哎呀，外面真的是。调味料太多了，太可怕了，所以才会肿的，癌症才会那么多。调味料是指什么？调味料是化学，就是石油化学做的啊。你是说为什么？调味料很多啊，那个香料啊，很多香料都是那个化学的、啊。我们现在那个化学的很厉害，你要什么味道，它就能够调出什么味道。根本你分辨不出哈、哦，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好了，太痛也不行。嗯。哦，行，就这样。今天就坐到这里吗？对，坐太久了，会受不了。嗯。